先生，上面同我食餐饭吗？Vicky， 你今晚真系好靓，真系，多谢你。我今晚煮咗你最中意食嘅牛扒，顺便谂住同你预祝生日。Cheers。Cheers。你试下我手势啊，睇下好唔好食。好啊。真的挺好吃的、啊、廚藝越來越好、啊、不是怎麼鎖住你的位置、啊、那我真的希望我有四個位置那麼多不如吃完飯待會去看場戲吧唉哀面啊這麼逼還有最近又好像沒什麼戲好看不如留在家不是更舒服是我今天行街咧，行成品嗰陣撞到我哋中學同學 Grace 你仲記唔記得佢？記得校花嘛。嗯。佢而家變成點啊？都好耐冇見佢。佢都好似好忙啊，冇乜講嗰啲乜嘢，就係問我有冇見翻啲中學同學，叫我得閒搞翻個舊生 gathering 喎，同埋俾咗張卡片我咯，話好似做緊咩廣告公司。聽講你同佢以前一齊過喎。快点重拾招来那些呢都是过去式的我同境的呢是未来式的嘛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撞返约会是怎样记得我们去了唱 K 嘛唱完 K 之后还去了沙滩那里倾通宵是不是、嗯之後啊，我才發現我第二日原來曬傷曬。係啊，我仲笑咗你幾日添。唉，其實喺嗰陣時咧，我仲好相信愛情會無緣無故咁發生，仲覺得自己可以控制中意邊個唔中意邊個。點知俾我遇到你喎，Sam， 我有份生日禮物送俾你啊！嗯，唔惊喜我唔要噶噃。我有咗啊！你认真噶？验清楚未啊？唔好咩？我讲笑咋，你睇你个样惊到。我觉得一啲都唔好笑啊。咁你讲咗未啊？我适当嘅时候就会同佢讲噶啦。又系呢句。三年啊！你当初承诺嘅嘢做唔到，你就唔好揾翻我啦。出去行街食饭又话惊俾人见到，睇场戏又话要睇早场，连电话入面有个名都系男仔名嚟噶。你根本冇谂过离婚同我一齐，你好自私啊！你究竟有冇谂过真真正正需要啲乜嘢噶？我觉得自己真系好蠢啊，信错咗你。点解你要拣中我啊？如果俾我再拣，我一定唔会同你一齐啊！等住啊！你知道我对你认真的，是不是？
多少少時間我，等我去處理，好嗎？你送我啦，我哋以後一定好幸福，每個人都會祝福我哋。嗯，我冇事啊。点啊点啊！头先场戏得唔得？后段情绪几好喎、啊，不如食埋啲嘢咯。我哋之后再排下一场。喂，老婆，翻唔翻嚟食饭啊？使唔使留啲餸俾你？唔使啦，我今日要留喺 studio 排戏啊，唔好等我们啦，你自己做起分啦。哎，俾我同个女倾下。喂，爸爸。喂，欣欣，点啊？今日有冇 IAG 啊？冇啊。咁乖啊？咁爸爸听日带你哋去食 pizza， 庆祝爸爸生日，好冇？好啊。好啦，咁你早啲休息啦。拜拜，拜拜，爸爸，拜拜。Cut， good take。Show 廿一 take 一把未？O.K. 啊，轉鏡啊。